不想说。压抑的人王。什么人不吃木耳？你又问了你而已，看来。你说什么人不吃木耳？不爱吃木耳。不爱吃木耳的人。我太难了。那是谁啊？这对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你这么厉害，编呢？让我编呢。哦，那我再来一个。我再编一个。小明虾。掉下来了，为什么鞋没有湿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脱了鞋。那他答对了。一个长发女郎站在海边，海滩。为什么她头发没有乱？因为她看着镜子晒的。都不知道了吧？因为他只有一根头发。太无聊了，这是我从小学开始讲的笑话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。不得不说，长发女郎就是 YYDS 啊。